你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？500。那最多的时候，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？最多啊，最高峰啊，5000。哎呀，美女，那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在东莞上班。东莞上班？我听说那边有电子厂投资的，很赚钱的哦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里。那按理来说，收入那么高，你怎么还没找到男朋友呢？ 就是没找到啊！<笑>不过呢，幸亏你遇上我智障大师，今天呢，我就帮你普度众生，帮你化解此桃花劫。<笑>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先把脉，闻闻气，看看手相。<笑>哎呀，不着急不着急啊，咱们是专业的啊，你不用着急啊，不要紧张。<笑>哎呀。 先把气脉，再闻其气。啊，再看看手气。哎呀，美女，这今天早上是用这个手擦屁股的吧？哎，我换个手来看看。哎，其实男女左右都可以啊。你命犯桃花，你看你命中会有三大劫。哎呀，这本大师呢？ 没办法帮你度过此难关呐、啊，那怎么办？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啊！这三大劫，我会不会死呢？哎，我师傅呢，智空大师也告诉我呢，这个呢，天机呢不可泄露，一旦泄露天机，会折寿80多年了。哎，本大师呢，对对对，本大师呢还用余生，还要用余生去普度更多的人呢。哎，你的话估计。 别本大师这里谈，另找高人吧。哎呀，大师，那个我有钱，没有钱。哎哎，把这个给你。本大师呢，也是秉承着我师傅的教诲，一定要救有缘人。你这个多少元呢？这个，10000元啊！这缘跟缘本是同宗同脉，你干嘛搞得那么客气呢？哎呀。 本大师就先拿着，当做香油钱吧，去普渡其他人吧。哎呀，哎，好，这个钱本大师没拿了。爸，你帮我画一下那个结嘛。哎，好的，拿着。哎，好，结了。哇，画好了。啊，已经完全结了两个结了，还有一个大结还没结。还有啊，那大师，你就再帮我结一下嘛。再帮你结一下。啊。哎呀，你这个结呢是非常非常的。 悲伤的，没气的，我一定要帮你解开这个结的。本大师劫数1000年了，不过你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5000。5000元？哎呀，本大师呢，可能这辈子要上十八层地狱了。不过为了普渡你这个众生呢，上19层，本大师也无怨无悔。哎，大师啊，你。 这个人啊，真是好。哎，这个呢，就需要这个非常非常的高深的功力去帮你开光了，全身开光。哎，这个能顶得住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，不愧是有毅力的女人。这你此劫呢，本大师呢一定要尽本大师毕生所学，帮你解此劫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这个身材好。 这个就需要到前面小树林里面，两个人一起来，像杨过跟小龙女一样，两个把开光。啊，要开光啊！啊，对，好，保证你啊，你来年呢，一定财旺，这个双收。啊，最主要是要找个老师。对对，也保证你那个桃花劫啊高啊好。来，你到前面小树林等我啊。哎，好，哎，保证你桃花劫高，那个。 什么高屁，高溜了，你自己来等我，赚了1800块钱，哎。